对啊，我觉得。好啦，那过程我们免掉，我们只看最后的 ending pose 来。ending pose。对。那就摆一个吧。亲一个是吧？你看，被虐之后。哎，我们请记者朋友们留下这个非常难得的画面，被虐之后就是这种神情。好。对，这萧山在这眼睛都红了已经。萧山，不然你跟同学也来一个。来，我跟你讲，志南。心的上面，一点一点累积，就爱你的体味。如果知心不愿后悔，这是种幸福啊，还是种宿醉？世界在变，谁能？想看着凯威哥，真的要有画面感的，就像看着莫少谦一样戏里的。因为我在戏里面，如果不看着他的话，真的没有办法演戏。哇，所以你看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失忆。我们也非常谢谢颖儿，真的是多才多艺，不仅戏演得好，歌也唱得好。希望你以后有更多好的作品。来到台下稍作休息，谢谢颖儿。主持人，谢谢。谢谢。在这里呢，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网友们，我们这部《千山暮雪》10月22日就要在湖南卫视跟搜狐视频同步的进行播出了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时间。那湖南卫视与搜狐视频已经是多次合作了，之前每一次合作都非常非常的成功，我们相信。最怕看到你的哭泣，总会想起相爱时光，你和我紧紧依偎的亲近，我们都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。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。爱与不爱，谁能决定？命运是我不会为你，且千言万语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灵。
好听。哇，你看。